最近在节目唱的一首歌，他说我像费玉清唱歌猛听，那我的声音比较柔啦哈，哎 ，Oliver 大概现在他短吧，哦，所以我们两个不同的版本，所以唱了不一样的我猛听。他问的天比较他干口，我是看到那个门我猛听啊，我猛听哈，不一样哈。好，我刚刚讲说啊，这个车手哈，刚刚讲的诈骗集团，主持人刚刚才想知道对不对？谁知道诈骗集团车手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是车手？我举手回答哈，啊讲对了我就送哈三个奖品哈。一、二，还有我们的指甲剪，这很贵啊！哦，那这还有警察这个纸，有没有看到？啊、哦，一二三，人越来越多了啦！我希望等一下那个两百碗卖到，哎、欸，主厨人，第两百碗我要吃哦，你赶快吃啦，你赶快吃！啊、哦，好啦，没关系啦。什么是掉诈骗集团的车手？车手是什么？来，我们举手，来，一、二。你们前面的举手，后面都没有举手，后面的一直讲其他名应该看嘛。大哥，你莫给掉啊！来，一、二、一、三。好，你来，我欢迎你来跳十几个，来，主持人，那个工作人员，车手啊，就是替诈骗集团领钱的，那一旦领钱会是犯法了，会被这个。提出告诉，因为他是变成跟车手一伙的。哦，猛你光这边冲啊！不，我来开玩笑，来，哎、欸，送他一下，来，这个送给你，哎、欸，掌声给那大哥鼓励一下。哦、大哥很专业哟、哦。专业哟、哦，你，哎、欸。哦，是哦，我以为你说你车手被抓过了。来，有经验是吧？开玩笑的啦。他讲得很好，你听得懂吗？我听得懂。你性格敏感，吞了再讲。我应该听得懂，你用白话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吗？你听得懂闽南语吗？哦，听。其实我是不好意思这样子打扰的啊，不过哈，我有一件事情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，说我又上台了，不好意思哦。来，我们现在那个我们的现场工作人员说，哦，大家非常的热情，哎，五郎不念的，所以我们又再度的开放两百碗。第二批的被西方化了，蔡阿明都被照了，来个冷霸哇！我们现在又在度开放两百碗第二轮的。啊，嘿，莫食上，可以吃一碗就，阿妈食到三碗可能会巴肚会掉起来哈，不要吃太多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蔡阿明好吃的哈，蔡阿明好吃。诈骗集团的车手，我现在先讲，等一下这首歌唱，我再问问题，好不好？一样送三个奖品。好，车手有什么特征？什么特征？什么特征？这个先我跟大家讲，你们一定答不出来。戴鸭舌帽，不是说戴鸭舌帽就是特首，不是啊，不是干你不好，不是啊，我一黑棒球帽啊，啊，也棒球帽，戴口罩，不要戴，啊，你戴鸭舌帽去厕所啊，要怕，不能这样，不能用暴力哦，不能用暴力，又开放三百碗了，没有，我们开放两百碗，因为接下来我们的第二轮开放都是没有使用这个美食券，所以大家都已经去排队了，对，不用美食券啦，好了，蛮欢乐哈，好，我够两条，我然后请不要紧哈，时间我差不多够超准十外分钟，那我再跟你讲，什么叫车手的特征，我跟你讲，有什么特征，以后你在鸭舌帽背着大包小包，还有身上带很多张卡，在抽换左顾右盼，记起来没有？等一下，这首歌唱完我就要问了，好来。左顾右盼，再换卡。在那个 seven 或是全家，然后一直卡，一直换。看到之后你要怎么办？记他报警吗？报很紧这样。报警。跟你男朋友报警。不要跑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然后是不是这样？你说你是车手，我就卡就跟他打，不可以这样啊。第一个打110，第二个什么？记特征。特征，比如说屁股有一颗痣的哈，看不到；或脸上有两颗痣的哈，或是穿绿色衣服、长头发或者短头发，然后看到他车牌、交通工具是什么车，什么很重要哦，把它记起来。这个就是车手的特征跟他的要诀，好不好？记下呗。等你我这里已经上料了哈，已经送完了哈。好，那就是这样子。好，等一下，那边台上也挂。我又是要让开放民众点歌吗？你要点歌吗？你听台语歌吗？我可以啊，什么歌手的歌你直接讲。你们想，你想要听啥？
坚持，坚持。阿伯，你要听啥？等下等下，坚持我是上尾在要唱，你先等下等下听嘛。我那卖破梗。云中月圆啊。云中月，这个我没有准备伴唱，有伴唱机吗？云中月不，我们下一次，下一次好不好？唱给你听。我们解歌讲歌手什么歌什么歌手？什么歌手？哎，我来唱，比如说王世贤或者什么啊？嗯。金星最爱的人好不好？可以蔡小虎，听过没有？好，蔡小虎可以。蔡小虎，好，蔡小虎可以了。真的是现场开放点歌的哦。对对对，有没有？我们有没有这首歌？有哈、哦。刚有人说有谁好吗？我说没有谁。都没谁好。金星有谁的做最后一首坚持。好，破梗好不好？哦，你们两个警察头人在新闻那边巡逻，你看到没有？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啊，辛苦了。哎，怕伊不爱唱小音就无用的，继续走好不好？好，好来。我们唱一下，听过没有？金星最爱人，昏中的话听过吗？好，听看哈、啊，唱的不好，给我一个安慰的掌声，好不好？来看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欢迎现场朋友们，可以用你的脚步，也可以到我们这个美食摊位菜单名大放送，不用美食券就可以领取好吃的菜单名哦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再听一下掌声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刚刚那个小妹坚持，但你跟我坐一起好不好？
等一下我们一起唱，好，等一下最后一首歌我们再唱，好不好？时间也差不多。好，我要问问题送奖品哈，来，主持人还在吃饭，没关系。你赶快去，不用，你去忙，来，来，我刚问哈，什么是车手？啊，什么是车手？哎，刚问过对不对？啊，问过，来，车手的特征是什么？特征是什么？那都讲清楚哦，哈，来，好了，小朋友你那点坚持，来，跟他讲一下，特征是什么？来，大声一点讲，没关系，他的特征是什么？戴鸭舌帽。还有戴口罩，然后还有嘞，一次有很多张卡在提款机面前左顾右盼，然后一直换卡片，对不对？然后还要，如果真的还要记住他那个工具，叫他。对，我等一下问啊，你不要讲哦，你不要一次全部讲完呐、啊，你这样怎么样问呢？好，来，掌声来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啊，你总不公了，我是不要问啊，来，这个送给他，来，谢谢你哈、哦，你坚持我一定唱，因为坚持这首歌你是不低吧？好，来。第二个哈，他刚已经答案讲一半了。看到车手哈，对，车手刚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对不对哈？戴鸭舌帽，但是不是戴鸭舌帽都是哦哈？拍谁哈？有一个大学生非常可爱，他说林大哥，这个戴鸭舌帽就是，那我们戴鸭舌帽就给他帽子拿下来，看他的脸长怎么样啊？我告诉你被他告哈，好不好？千万不要，我们看到先把他特征记下来。那我们看到。这个车手有关我刚刚讲的这些特征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这表象，这些标枪，啊，伊是挂一块，刚就是车手的，啊，你要哪做？你要跟我清楚，要哪做？好、哦，来，我给上，我一定要给上好了。跟我清楚哈，啊，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两个问题哦，我送两个指甲剪，等一下问一个私人的问题。我刚刚有讲我是什么歌手，然后我在哪里比赛过，这样哈、哦，我等一下问来。数到三举手好不好？我朗若如姐，来一、二，不能行，没有人会啊、哦。三，哎别哎吃面啦，手不落行，也安面在好一边的。来，大姐来，接在你后边麦克，哎。新晋歌手。不是啦，我这是我不会。我问你讲，咱遇到车手什么？我来，我给你报警。报警是对，然后还有什么要做什么？要记他的什么？来作弊一下。记他的车号。还有嘞？特征哦，譬如说衣服穿什么颜色，对不 对？好不好？好、哦，来鼓励一下，大姐鼓励一下，表示他真的很爱我啦。先讲新晋歌手，你看，哎呀，谢谢。上面两个就追啊，这什么？这要去淡水分局才送得到，好不好？我才送得到这些东西，我自己设计的哈、哦。OK， 来。好，过来，我要冲这样，我要干嘛？主持人继续唱吗？你们继续唱歌吗？你会不会唱歌？啊、我要跟你合唱一首吧。有没有人想要跟我们庆红一起唱歌的？云中月圆会不会会唱？有不？有想要到店吃瓜不？要不要？来，好，你就上来，来，哦、来上来，来，这掌声给他鼓励。云中月圆你会唱？会不会唱歌？会吗？会吗？我们也是。会不会？你是原住民对不对？不是，来上来啊！都敢举手了，来，一起来！我很少跟人家唱，我跟人家唱要钱的呢。来，快点，来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来，云中月圆会不会唱？我要唱好听，会不会？要不要看歌词？你们刚唱云中月圆哦，男女对唱啊，大哥。啊，是你来请客，我来。好，来，云中月圆有没有？因为我只有准备那首歌了。秋季的车里有爱啊，我没有伴奏呢。我们演奏员唱没关系，我帮你唱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不好？你要请一个队要请，你就跟着唱。你就跟着唱这样，我会帮你。你对了一声。我跟伟你要请没？会不会唱？哎，然后歌词怕忘记了，对不对？没关系的啊，还是好的。好，来放林中乐园来唱一下，来，我先嘛，我们临时加嘛，临时加嘛，男生先，王俊贤先，你不是原住民啊？看起来好像。印尼华侨唱文雕鬼影，哦，我白地做练凳，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啊，我上个礼拜。印尼华侨哎，哦，不简单哈、哦，你会不会唱云中月圆？那你跟他唱，好了，来放一下云中月圆，来放。我们机会哎，然后咱现场的朋友。对啦，你行后边，你这边行，给你拍来。给他鼓励。
一下好不好？好棒哦，我觉得很佩服。那时候你要帮忙。好啊，会，希望会帮忙。高音部我高不上去了。谢谢，我们掌声给各位大姐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因为台上三年功啊，台上三分钟，台下三年功啊。我记得我以前在山歌上比赛的时候，我很可怜，我的经纪人都陪在我旁边，我都知道。我到台北、台南、台中的大小比赛啊，什么比赛戏演不台我就参加了，为了训练什么？训练胆量，我才敢站在这个舞台上，然后才有今天小小的成绩。这个时候应该有点掌声吧？谢谢，好了。今天的先导也用完了，然后今天时间其实也差不多。那最后一首歌呢？这个妹妹还在吗？你刚点的对不对？我需要这首歌哈，我听到大家的声音，因为人的一辈子一生中啊，起起伏伏啊。今天这个活动其实也非常成功，
那我们有一点是我们的内心要有一股什么坚持，所以这首歌啊到哪里我都会唱，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有非常有意义。那也希望说大家呢在未来的日子里，除了继续支持我们这个神将协会这个芦洲区公所以外啊，也支持我们新北所有的警察同仁，好不好？好，他们真的很辛苦哈。我今天再把他们出来，我是算正面能量啦，那也希望也帮忙拉一些票啦，虽然没有要选举啦哈，可是都一样，一个掌声一个微笑他们就很开心，好不好？给他们点掌声好不好？他们真的很辛苦哈。那希望是有坚持带给大家，但你后面的观众席今天我看最满的一次，我刚来到一个多小时了，今天最满。主持人我可以继续唱了吗？可以哈，你继续聊啊，来。好，等一下我再 cue 你啊。好，这个我这首歌来当到最美丽的 Andy 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然后这个观众等一下我 cue 大家一起唱，大概我听到你的声音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这首歌今天很有歌，很唱的你会觉得有时候觉得很心酸，很有记忆感，好不好？再来这首歌，温蒂有大哥的歌，坚持，来，大家给掌声，好，谢谢。坚持，那这是大会报告，我们第三波，这个不用美食券就可以到我们这个美食摊位来品尝切仔面，再度开放第三轮的200碗，来不用券就可以品尝切仔面，欢迎小朋友来，你准备奖耶，不用美食券可以到整排堆来奖耶哦，多谢。主持人，差不多吃饱了。头前的路，不知我等我呢苦，看袂着。行着一步算一步，雨水若落，已经压干阮衫裤，一阵风。一时雨的心情也去叫，心肝的袂叫。坚持的心，伴阮向前行，请你的指引。
康平安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谢谢谢谢我们的刑警歌手林庆宏。来，各位朋友啊。